在精准防控方面，我们坚持科学精准划分封控区、管控区、防范区，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影响。我们持续提升核酸检测能力，日单样本核酸检测能力从疫情初期的不到5000份，增加至156.3万份，核酸采样点达400个。 持续加强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，截至目前，全市累计接种5865万6900万剂，2265.56万人。在医疗救治方面，全市负压病房增加至1420间，负压救护车增加到197辆，所有的病例均在市级定点医院收治，单人单间隔离治疗。 多学科专家组集体会诊会商，坚持中西医并重，实行一人一策的诊疗方案，全力以赴提升救治效果。当前呢，首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可控，趋稳向好。我们将继续压实四方责任，加强远端管控和常态化内筛并重，继续做好风险人员的筛查管控，严格执行进返京政策。 加强集中医学观察点、封控区、管控区的规范管理和服务保障，严防疫情传播风险。